大家好，天冷了，那我们的身体呢？有一个部位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，就是我们的后脑勺，包含我们的脖子颈椎到后脑勺的这一段。这一段如果受寒，第一呢会头疼着凉感冒，第二如果说这段位置长期的受寒，会造成气血不畅，演变成颈椎病。还有人呢在大椎的位置会起一个大包，那经常的导致头晕头痛。这里呢还有一个穴位叫做风府穴，邪科于风府，是说风寒邪气就从风府进入停留在这里。我们所说的中风呢，往往就跟这个位置受到风寒有关。风府穴呢靠近我们的脑部，所以受风受寒之后很有可能就影响到大脑，造成半身不遂。在冬天呢，如果能经常刮一刮后脑勺的这个位置，能够很好地改善颈椎的气血运行，预防感冒，还能够醒脑开窍，改善各种头痛问题。那接下来呢，大家就来跟我学习一下风府穴的刮痧。我们先找一下风府穴的位置。风府穴呢在我们发际线中间往上两横指，在我们中间这有个凹陷，那么这里是风府穴。但是呢我们每个人的发际线长得都不一样，有人高有人低，更准确的找风府穴呢，就先找到咱们头后面的这个高骨，也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脑后枕骨。脑后枕骨中间这里有一个凹陷处，这个凹陷处咱们可以摸到有酸沉的点，那里就是风府穴的位置。因为咱们是刮痧，所以呢您只要找到在这个凹陷处中间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咱们就用一块刮痧板来进行风府的刮痧。我们要刮的除了风府穴，还有我们两侧的这个区域，整个我们后脑的这块区域呢都要刮到。方法呢，我们要先从中间风府穴，从上往下，从我们这个脑后高骨的凹陷处，从上往下往下，一定要刮到发际线的下面，从上往下刮，好，连续刮风府刮七下，之后还是从上往下刮，沿着我们风府的两侧，从上往下，每一边都刮到，大约呢是刮七下，我们右侧和左侧各刮七下，把这一段位置呢给它刮完，把这段区域都刮到，连续刮七遍。之后换左侧用左手拿刮痧板，还是同样的方法，从上往下刮，连续刮七下，把我们左侧刮一遍。长头发的人刮我们这个后脑的位置不是太方便，您还可以用梳子去梳，但是这个梳子呢一定是我们去买那种可以刮痧的那种梳子啊，那个齿间的距离比较宽大，而且呢梳子的齿比较圆润比较的粗，如果用普通梳子去刮的话呢，很有可能会伤到头皮，起不到这个刮痧的作用。如果是短头发的人一般就没有这个顾虑了，我们直接刮就非常的好。经常刮这个位置的人会发现慢慢的颈椎变好了，头脑也变得更灵活，而且呢这个方法很方便，就像梳头一样，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经常刮。所以呢大家可以经常随身带一块刮痧板或者是梳子，您上班累了的时候刮一刮，感冒受寒的时候刮一刮，随时随地给自己的头部做个保养。那今天这个刮风府的方法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拥有长时间深睡眠的人非常让人羡慕，很多人都说自己的睡眠简直就是垃圾，睡眠看似在睡，但其实呢整晚一个接一个做梦，半夜要醒来两三次，而且一点动静就会马上被惊醒。早上醒来后，深睡眠的人立刻头脑清醒神清气爽，而垃圾睡眠的人昏昏沉沉眼皮睁不开头痛难受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小动作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深睡眠，下面呢大家来跟我一起学习一下这两个小动作呢。我们要躺在床上做，可以平躺在比较柔软的舒适的床上，那我是为了给大家更好的讲解和示范，所以呢我是坐着来做这个动作的。那我们躺在床上，双手首先握固，把拇指呢放在我们的掌心里，
用其他的四指包住拇指，做一个握固的动作。握固双手呢，放在身体的两侧，比较自然地找一个舒适的姿势。然后我们的双脚，首先做一个勾脚的动作，把我们双脚的脚趾向脚心勾下去，用力的勾，然后慢慢的放开。好，勾脚心的动作慢慢放开，配合着勾脚心的动作呢，我们来做腹式呼吸。勾脚的时候，咱们来深吸一口气，慢慢的把这个气息啊深入到我们的腹部，然后呢随着你的放松，再慢慢的把这个呼吸呢给放出来。再呼气，好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那么速度呢咱们就可以尽量的放慢一点，让你的呼吸呢变得深长一些。双手始终是放在身体两侧不用动的，勾脚的动作连续的做50个，这个时候呢您就会有一些睡意了。然后咱们再来连续做50个勾脚背。勾脚背的动作呢是跟刚刚我们勾脚心相反的，把我们的脚趾朝脚背的方向勾过去。好，勾脚背放松，放松同样也要配合着腹式呼吸。在勾脚背的时候呢是吸气，然后是放松的时候是呼气，随着您的一吸一呼，呼吸呢慢慢变得平静下来，越来越深长，睡意呢慢慢就产生了。50个勾脚心，50个勾脚背，做完之后您可能呀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。通过这两个动作能够把我们上饶的心火引下来，减少胡思乱想，减少做梦，同时呢把肾水带上去上焦，得到肾水的滋养，肺气足，从而得到肺气的肃降，半夜不会醒来睡的呢更加安稳。此外呢睡前你也可以打打坐，把心神收一收，也是对睡眠有好处的。那今天这两个加深睡眠的小方法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